不用瞎操心了，社会还有那么大年纪轻的人去做。罚罚了30000多，罚给他们干，让他们干活。我还算卖皮的嘞，我跟你讲，小店的，鸡也能打。这个不是写字，没的。人家是你我们不生呀，可能就是我再搞些的事。三哥，亮哥，妈的，武力还热，妈的还挺的。达到18度，那有铝活；达到18度，他妈的你是热风。假如说你老爸，你老爸是大同市的市委书记，啊，是挂的吗？9年执政了吗？你